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阿月叔叔，张正月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在这边呢很开心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水哦。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，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。Girlfriend, where?Where is your girlfriend? My old school. 其实海边的感觉哈会很好玩，因为有很多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沙子，对啊，海水，对，浪花，辣妹，辣妹，对。下次再来，我为你倒酒。5 6 7 8 3 4 5 6 7 8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哦，腰痛了。这样鼻涕都会流出来耶。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，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。我的兄弟热情好友，我的姑娘你别想碰。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，下次再来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现在要跟小朋友去碰面，对，那他们就在协会那一边哦，离这边一下子就到了啦。因为昨天是在游泳池上课，然后今天呢就是要真的下海去体验冲浪。虽然他们有一些先天上有一些哦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哦，对啊，眼睛看不到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做游泳也好啦，聊天也好啊，哦，趴在板子上面啊，其实我不觉得他们会输给一般的小孩子。走。然后爸爸妈妈可能让他们觉得就是。既然你们少一个东西，就尽量的去发挥，尽量的去做这样子。然后不要觉得他们眼睛看不到哦，对，他们聊的话题就跟一般正常人一样。
认识什么新的女生啊？照片滑档了。Girlfriend， 我们同事说你好帅哦。啊，我还好啦，哪有帅？有啊，你唱歌的时候。小小帅，对，只有唱歌的时候，对对。我就是觉得是一群很棒、很特殊的年轻人啦。那同学等他上车的时候小心口啊，然后座位也非常的舒服，来很辛苦哦。乌石港，对，可是乌石港那边哦，人太多了，对，人太多了，而且那边很多人哦，在海里面也都不冲浪，都在那边挡着人家冲浪。对对对，看妹的也很多这样子。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真心就在冲浪，对，我们不能分心哦，对，不能分心，不能分心。他就是支援，然后赞助我们今天的冲浪吧，让我们谢谢我们的陆涛冲浪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先帮大家涂一个特别的防晒膏，对，它是黄色的哦，它黄，然后它就是有很强烈的那个椰子的味道。昨天没穿泳裤哦。二三四五六七。很好。对对对对对。刚刚。他在透露他怎么把妹。游泳和体验游泳，还有
放假期间有运动的机会，一个挑战我自己极限的运动，就还不上不来回，是单趟过去是，就是我们需要2倍这样。嗯，我觉得有点难度在里面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做到，我觉得还蛮开心。然后谢谢，对呀、啊，那个小韩姐姐，还有到那个。今天让你可以带我们到，游泳很让我很